时候特别爱唱歌，就我旁边那个读小学的时候，就是喜欢老师喜欢男女分开坐嘛，然后旁边就分了一个女生，就是当时还觉得就是挺漂亮的女生，我就特别无聊，我就每天上课我都唱歌给她听，然后下课也唱，上课也唱。那时候周杰伦比较火，我记得应该就唱周杰伦的《开不了口》。最后他应该知道了，我觉得。但是肯定是以现在这个镜头为主啊。来，走吧，幺三零。要回去吃晚饭了啊！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来，你忘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，来，走到终点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看。是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走入你给的错觉，你给的错觉。爷爷奶奶什么的，什么亲属啊，都需要啊，家里大家都很需要。套路我是不是？哎，买几箱回去让你妈分给朋友什么的，亲戚好友什么的。那所以后面的所有品牌的纸你都在卖是不是？就我直播间的五个都在卖。好吧，你给我发了多少钱红包？我看看够不够。嗯，等会再说，我先看你买多少，我再说发多少啊。你先发。发了你先买了我就发，真的，我这个人很有信用的。头一天晚上他给我发微信，加油。突然，没事儿，张老师，你不发红包，我也会打扣子；不发红包，我也会打